配偶女友戏剧化故事，原来都是假。美国圣母大学现位泰欧在得知阿嬷和女友双双去世的噩耗之后，带领球队打败密西根大学，故事激励人心。他赚人热泪的故事被 ESPN、CBS、AP、SI、纽约时报、洛杉矶时报的媒体大幅报道。不过，体育新闻网 Deadspin 接到爆料，进行采访后发现，泰欧根本没有女朋友，整个故事是个大骗局。Deadspin 还说，泰欧的朋友用他女性友人的照片，为这名想象中的女友设了网络账号。从不避讳谈论女友，他曾跟媒体描述女友如何出车祸，之后又如何得了白血病。他爸爸说，两人是在夏威夷认识的。泰欧早在12月26日就跟圣母大学自首，还说自己也是受害者。今天如果不是 Deadspin， 我们大家都还被唬得一愣一愣的。你觉得泰欧是大骗子还是受害者呢？我们想知道你的想法，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Woohoo!